先，喺好熱嘅天氣嘅時候咧，你哋會做啲咩嘅咧？會做啲咩噶？我中意食凍嘅西瓜。哇！我都好中意啊！我會去沙灘玩。哇！咁你咧？食雪糕。食雪糕。咁你咧？泳泳池游水。哇！全部都係好消暑噶喎。咁小朋友，你哋又知唔知冷氣機係幾時發明嘅咧？今日咧就帶大家一齊了解一下佢嘅小知識啦。好，咁你哋各派一個組員去到魚池旁邊準備啦，出發！好，即刻開始問問題啦。問題就係、是、最初啊，冷氣機係為咗啲咩而發明嘅咧？三文魚壽司代表，昆蟲、玉子壽司代表，植物、蝦壽司代表，機器。好，我哋一齊諗一諗，諗好我哋就三二一，請選擇。哦，開始啦！睇下你哋會揀啲咩答案先？揀咩啊？嗱，有昆蟲啦、植物同埋機器喎。你都覺得係卡壽司係嘛？加油！好，好接近啦！係啊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開車，開車！緊要！係啊，我哋要擺好先。哇，兩邊都係揀咗卡壽司代表嘅機器啊！好，問下你哋呢邊先，點解你哋會覺得係機器呢？因為如果煮嘢嗰啲人咧，佢開嗰個火嘅時候好熱，如果有冷氣嘅話咧，就可以令佢哋唔好咁熱。即係煮緊嘢食嘅時候，啲機器咧就會運作嘅時候就會好熱啦。咁啊 ，Cyrus 咧，你都係揀咗機器喎。因為啲機器運作嗰陣時咧會好熱，所以咧就用冷氣幫佢降下温。係喎，咁如果你好熱嘅時候咧，咁你又會點樣做㗎？都係吹冷氣。都冷氣嘅。好，咁我哋一齊睇下嗰個答案係乜嘢啦。答案係，答案係咩啊？蝦壽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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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蝦壽司。哇！大家都答啱，仲犀利啊！恭喜曬。跟住嘅問題係，冷氣機原本係為咗乜嘢廠房嘅機器而發明嘅呢？三文魚壽司代表，朱古力廠，玉子壽司代表，印刷廠，蝦壽司代表，製冰廠。好，一齊諗一諗，諗好我哋就三二一，請選擇。好，開始啦。嚇！哇，咁快嘅，好快啊！啊，你揀咩先？你係揀咗製冰廠喎。姐姐的加持即刻掉到了。好，將壽司放在你想揀的火車上面先。好，出發。好，你可以回來了。哇，今次又是揀了一樣的答案，我都是揀了製冰廠。好， Fergus 問下你先，為什麼會揀製冰廠呢？因為如果冰沒了冷氣的話就會用。哦，即是要很凍的地方才可以製造到冰，是不是？是。OK。咁你哋咧點解都係揀呢個答案嘅？因為整冰要一個好凍嘅環境。哇，都好有道理。係啊，佢哋嘅諗法都係相同嘅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個答案係乜嘢啦？答案係蝦壽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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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咪先？啊！答案其實係玉子壽司代表嘅印刷廠啊！我哋又學咗啲新嘅知識啦喎。跟住嘅問題係發明冷氣嘅人啊，原本嘅職業係咩呢？三文魚壽司代表，教授，玉子壽司代表，科學家，蝦壽司代表，工程師。咁我哋一齊諗一諗，諗好我哋就三二一，請選擇。好，好，你哋可以揀啊。蝦壽司，哇，睇下，咦，佢真係揀蝦壽司喎。好，可以將佢放喺火車上面啦，睇下你揀邊架火車先。出發，好，出發。好 ，Cyrus， 放邊個上去？揀咗紅色嘅火車。今次終於都唔同答案啦，一邊就揀咗工程師啦，一邊咧就揀咗科學家喎。問下佢哋點解先揀工程師嘅？因為咧工程師會整好多唔同嘅機器。哦，所以就整咗冷氣機啦，你覺得 ？OK。你哋咧點解會揀科學家嘅？因為科學家成日都做實驗，會整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。哦。又好似好有道理喎，咁不如一齊睇下個答案係乜嘢啦？答案係蝦壽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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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哇！答案真係工程師啊，恭喜你哋啊！哇！你哋真係做得好好啊！咁不如而家咧，我哋就去波波池度攞禮物啦！你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準備好，我哋就一齊 hands up and go。
喎，你哋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好啦，咁你翻去啦。你哋覺得仲有啲咩電器係對人類嚟講都係好重要噶？我覺得咧，係熱水爐。嗯，為因為你冬天沖涼嗰陣時候，冇咗熱水爐，啲水就會變得好凍。啊，係喎，冬天沖凍水好容易冷親啊，係咪啊？嗯。你咧 ？Burgess 咧？風扇。嗯，點解嘅？因為如果夏天冷氣壞咗嘅話，可以用風扇。咁你哋咧覺得有啲咩係好重要噶？洗衣機，洗衣機點解嘅？因為可以洗乾淨曬所有衫。係喎，你係咪好中意乾淨噶？係。好，問下 Bosco 先，咁你咧？焗爐。焗爐點解啊？因為可以煮嘢食。你係咪好中意食嘢噶？係。係啊，你中意食啲咩啊？咁太多啦，諗唔到一時之間。啊，咁可以用焗爐去焗一啲肉嚟食喎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用電器一定要節約能源。不用的時候要熄咗佢啊！知唔知道啊？知道。而家咧就等 Kimi 媽咪講解下呢個關於冷氣機嘅小知識啦。天氣熱，有人會選擇開冷氣。咁話說喺20世紀初啦，因為啲天氣咧又濕又熱啊，咁所以成日都會導致啲印刷品咧係出現模糊啦，又或者唔穩定嘅情況嘅。咁跟住美國就有一位本身係研究暖氣嘅工程師啦，就成功咁樣發明咗第一部嘅冷氣機啦，咁就可以幫助啲印刷廠去提升品質嘅。咁喺初初發明冷氣嘅嗰20年啦，因為製造冷氣嘅費用實在係太昂貴啦。所以生产冷气主要就是给机器去用的，但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和需求的上升，冷气机也都慢慢地普及起来了，更加是帮到很多的商人，就是利用这个招数去吸引客人去帮衬。虽然开冷气很舒服，但是大家都应该要将冷气调校到摄氏25度，节省电力的，或者冷气机配合电风扇一起用，那都要悭电的，大家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咁不如而家我哋就休息一阵先啦，转头翻嚟仲有另外一个小知识要考你哋噶，我哋转头见。斜斜地，细细力，刷刷牙，支粒牙膏都刷牙先，自力刷啦，早晚都刷牙，自力刷啦，一刷十下。你們最想去哪個地方旅行？我想去英國。英國？為什麼？因為我想看英國那個 大笨鐘。哦、okay、我想去馬爾代夫。為什麼有？因為那裡有些游水和那裡很漂亮。啊，好識探啊你。那你呢？我喜歡去泰國，因為可以吃椰子。是喔，我也喜歡吃椰子的。是。那你呢？荷蘭。荷蘭為什麼？因為我想看啲風車。荷蘭真的很漂亮，大家想去的地方都很吸引，其實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特別的景點，不如現在就跟大家講解一下復活節島這個地方。好啊，那你們各派一個組員去到魚池旁邊準備先，出發。
好，即刻开始问问题啦。问题就是复活节岛是位于哪一度的呢？三文鱼寿司代表美国，玉子寿司代表中国，而虾寿司代表智利。好，我们一起想一想，想好我们就三二一，请选择。三文鱼寿司，三文鱼寿司。哇，好快啊 ，Cyrus 即刻听到你，呼唤佢想要钓呢个三文鱼寿司。好，好得咗，上火车啦！一边咧就系拣咗智利，一边咧就系拣咗美国。咁问下你哋，点解你哋会拣美国？诶，点解你哋会拣智利先啊？因为智利好似有好多岛。哦，智利有好多岛，你喺边度听过啊？电视节目。哦，你睇过添，睇过电视。OK， 咁你哋咧？因为中国唔似，同埋智利我又唔知喺边。哦，所以你就用排除法，跟住就拣咗美国呢一个答案出嚟啦。OK， 都好聪明喎呢一个做法。好，咁我哋一齐睇下个答案系乜嘢啦？答案系三文鱼寿司，三文鱼寿司，三文鱼寿司，虾寿司，虾寿司，虾寿司。究竟答案系咩呢？真系虾寿司代表嘅智利啊！跟住嘅问题系复活节岛咧，系因为啲咩原因而命名嘅呢？三文鱼寿司代表宗教信仰，玉子寿司代表发现的日子，而虾寿司代表发现者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一起想一想，想好我们就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好，看看你们会选什么答案先。哇，这么快的已经跌了。好，拿来拿来，可以放上去你所选择的火车那里。出发出发，好，今次一边咧就系拣咗宗教信仰啦，一边咧就系拣咗发现者嘅名字。好，问下你哋点解会拣呢个答案先？因为复活节同宗教有关，所以我觉得系三文鱼寿司。合理合理。咁你咧？点解你会拣呢个嘅虾寿司嘅？其实我本身系想拣肉质寿司，我拣错了。哦，即系发现嘅嗰一日系咪啊？系。点解系发现嗰一日嘅？觉得？因为复活节同埋复活节岛应该系有关系，所以我觉得同日子应该系有关。哦，都合理，都合理。好，我哋一齐睇下个答案系乜嘢。答案系乜嘢？你哋拣咗乜嘢？肉质寿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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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文鱼寿司，三文鱼寿司，三文鱼寿司。哇！答案真系发现嘅日子啊！即系其实你哋本身系啱嘅喎，咁都恭喜你哋啦！跟住嘅問題係復活節島咧，就係因為摩崖石像而聞名噶啦。咁島上面大約係有幾多個摩崖石像呢？三文魚壽司代表九個，玉子壽司代表九十個，而蝦壽司代表九百個。好，我哋一齊諗一諗，諗好我哋就三二一，請選擇。好，加油！好，睇下你哋啦，覺得好快喎！哇，係咪咁快啊？揀咗一樣答案啦，快啲快啲快啲，睇下邊個嘅火車。呢边咧就快少少啊！嗰架火车，好，咁问下你哋点解会拣九十先？因为咧九十系最好嘅数，因为九个又太少，九百个又太多。嗯，好有道理，就拣一个中位数啦。你哋咧？我觉得个岛咧应该啱啱好，净系放得落九十个。终于系，终于系啱啱好添，放多一个都放唔落啦，系咪啊？好，咁我哋一齐睇下嗰个答案系唔系真系九十啦？答案系。其实是虾寿司代表的九百个啊！跟住嘅问题是呢一啲石像平均是高几多米呢？三文鱼寿司代表一米，玉子寿司代表四米，而虾寿司代表九米。我哋一齐谂一谂，谂好我哋就三二一，请选择。系咩啊？睇下你哋会拣几多米先？一米、四米、九米咧？虾寿司五米。一道门大约就有两米左右啦。好，好，三四四，好 ，Bosco 嘅玉子寿司已经开咗车出发啦，出发，走，哇，今次
兩邊嘅答案係一樣嘅，大家都係揀咗四米噶。點解你哋會揀四米？因為九米就太高，而一米咧就太矮，冇乜特別，所以我就揀咗四米。OK， 好，你哋咧？通常啲石像好高，不過九米又太高，所以我揀四米。哦，有陣時真係太高嘅話咧，可能咧都望唔清楚啊，係嘛 ？OK， 所以大家就揀咗四米啦。好，我哋一齊睇下，究竟大家會一齊啱啊，定一齊錯咯？答案係玉子壽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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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子壽司。哇！大家一齊啱咗啊，恭喜曬！好嘢！哇！啱啱大家嘅表現咁好咧，不如～即刻去波波池度攞禮物啦！你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準備好，我哋就一齊 hands up and go！ 好，出發啦！好，翻嚟啦，翻嚟啦！哇，你哋拎咗好多禮物喎！你哋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好，咁我哋翻去啦。系咧，讲咗咁耐咧，你哋想唔想去复活节岛度玩啊？想，我都好想去噶。复活节岛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，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复活节岛系点样噶啦。好啊。复活节岛系位于智利嘅西边，但系点解呢个岛会同复活节拉上关系嘅呢？话说喺1722年复活节当日，荷兰有位探险家就喺太平洋发现咗呢个岛，于是就将佢名为复活节岛啦。呢个岛最吸引人嘅地方就系全岛散布咗大约900个摩崖石像，佢哋个个都非常巨大噶，身高平均大约4米，重量大约14吨，有啲甚至高达10米，重达80吨添噶。而摩崖石像群已经成为当地最出名嘅景点，但系嗰啲石像点解会喺嗰度出现，依然系众说纷纭，有待专家去查证嘅。哦。其实咧，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噶，我都想去环游世界啊！有机会咧，我都想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！我都系啊！如果你哋都想上嚟同我哋一起玩嘅话咧，就可以扫描呢一个 QR code 报名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